ano na to na yun.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在逛珠宝的市集哈，感觉帕拉一巴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超蓝的，霓虹蓝，这应该蛮贵的，不要问价。嗨，有人在吗？有啊，我现在跟朋友在出来玩啊、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花钱老板，他妈抢钱老板！我一个人在外面逛，有人知道这是哪吗？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哇，干，超大的海水蓝宝。手掌那么大。斯里兰卡应该没有那么高级的设备啊，斯里兰卡没有那么开发。这个是在，我现在是在这个泰国的这个 JDC， 那从这边看过来 JDC， 它、这里是算是泰国这里最大的一个。应该算是泰国这里数一数二大的一个珠宝商城，好，那大家无聊可以来逛逛看。只是他们的价格，我刚是有随便问一下，是不是蛮贵的？是还蛮贵的。应该是说你要找什么宝石，这边应该都有啊。有人有想看什么吗？但我发现这里有的东西大部分我也都有了，对，但是红宝碧玺，因为这是我不常来这里，我很少来这里。他们有的是用 GIL 的证书，有。不是全部人都用 GIS 啊。这个有写日文的，应该是日本的商。有中，也是有中文。现在这边中国人很多了。
也都很漂亮。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，都就是比较小，但是东西很漂亮。网络上面常见的，网络上面常见的。其实蛋白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走到哪里。走到哪里感觉蛋白石都很多，奇怪，珠宝展也是一样，吓死人了。看这紫水晶超大，这一个鸡蛋大吧，我好像没有卖过这么大，我卖应该没有人要买。哎 ，Alan 你好，今天没有美女主播，今天我老板我自己播。哦，你看有人要找我进去逛。Say to hi, say hi. 对啊。看。哦 ，everything you have 啊。对啊，你看现在这里其实很多。这里其实很多商人，他们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有的，这样就变成说他们，不是只有卖一种宝石，他们什么都有，然后他们好的基本上都会放在外面来，这样放在外面，然后让观众看的会觉得说比较有，就是吸引观众的目光啊。像说水晶类的是比较漂亮啊，放在下面这样，放在外面。Buy from me.OK， 他很，我看中文他听不懂，他很缺钱的意思。OK， 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好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有的人他们个性是这样，柏流回来哦，琉球回来哦，琉球好玩呢，好琉球，琉球是小琉球还是什么？日本的吗？还是？琉球这是哪一个？我之前好像有去过小琉球。他们这边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客气的，就变成说，因为我朋友他们是有跟我讲说，就是之前就是，哇，这是什么怪东西？看一下，14K、18K。好，他是在卖项链类的。买项链基本上就是跟卖家买也可以。啊，如果你去专门在卖项链的店买也是可以这样。但是专门卖项链的店，如果他看你是买一条，他还是不会给你便宜啊。所以其实像如果你要买 14K、18K 项链，一条2000-3000也是可以直接跟我买就好了。哦，小琉球啦，我想说琉球，对，小琉球我去过啊，很好玩欸，好，上次去好像还有看到海龟的样子，就是这边像刚才那个比较 open 的那个大叔啊，他就是比较开放，比较，但是像这里有的人其实他们会很讨厌我们这一种直播的人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直播的人他没有办法买东西，尤其我看过很多人，连那种什么老师啊，或者是什么鉴定师在开的时候，对啊，老师或鉴定师在开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就是帮客人、帮直播的观众找嘛，啊，找一找，哇，那个托帕石很漂亮，有没有啊？找一找，杀个价，啊，杀好价钱了也不买嘛，对啊，所以说最后就是搞到说，听说这里曾经有大陆人跟这个店家打架。哦，吵到打架啊，说要买又不买，这样，没办法啊。像我们一般人，我说哦，真的要买的，我再问价钱。啊，你们观众不买，我也买下来。对，这样是比较合理啦，这样比较合理的。哦，我现在在到处随便看看，这其实水晶类的还蛮多的，因为水晶类的有比较便宜一点点。对，像这种，这个是拉力玛，台湾也是蛮多人喜欢的。月光石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很像是我们台湾的那种小型的一个珠宝展的样子。
我刚刚看到还蛮多人，还蛮多人看到我开始讲话了以后，他们就忽然站起来，然后把衬衫穿好，还蛮有趣的。哇，看这个西瓜碧玺好可爱，对吧？我以前喜欢买这一种东西啊，但是有的时候怎么讲呢？就是口袋要够深啊。我今天钱带太少，我今天才带1000多块而已，对吧？今天，那西瓜碧玺很漂亮，让我坐坠子，坐坠子还不错。所以你们自己来，你们也可以自己来挑，你们自己来挑。然后像那个，我现在口袋只有1000多块台币而已，就是一个很白目的一个感觉。但是我还要装的有钱一点，不然他们会觉得我是在这里开直播干嘛这样。像这种祖母绿，有没有看到祖母绿？像这种祖母绿现在已经涨翻天了，就是这一个套链做下来超多钱的，超贵的，对吧？像我一般我会离这种祖母绿远一点点。因为基本上这个都现在祖母绿都是有钱人在玩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来偷偷看一下有钱人长怎样。你看，就是有人在买嘛，有人在问祖母绿的价。我现在什么摊位我都敢去，就祖母绿我不敢去。这个是在哪里是吗？姚美女现在是在哪里？现在是在猜猜看在哪里？哇，紫黄金哎！这种可爱的紫黄金，这种就蛮可爱的，就是不贵啊，那个几百块、100块而已啊，100块、200块一克啊，100块一克啦、啊，这种祖母绿就超便宜。这一种它就是里面一定有沁油的，然后你们要看吗？这种就是里面会有沁油的这种颜色，那我们看久的人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处理了，其实也不用打证书了。那现在其实很多都有这种中国人的投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假如你进去一间店，然后你会发现，老板可能是老外，我感觉祖母绿也很高级了，也还好。那台湾很多店都比它高级，因为这间的祖母绿虽然大颗，可是有一点点杂质类是蛮多的，这样杂质类是蛮多的。这种，但是全部算下来也是蛮多钱的，这样。我觉得我这层楼逛的差不多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为什么拉力马这么多？我不了解为什么拉力马走到哪都很多。这个拉力马的品质，台湾人应该是不太能接受，就是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啦，就是坐坠之类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因为天然的东西嘛，你太漂亮了。天然的东西，你太漂亮了，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。有时候看起来就托帕石太漂亮，就很像假的那种施华洛的东西。我要是口袋里面有钱，我会买刚才那个西瓜碧玺，因为那个很可爱。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有钱呢？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有钱？因为像说那个西瓜碧玺，假如我现在口袋只有台币1000块而已，那我现在可能就只能买一两个。但是假如我有带10000块，我可以把它整盘买下来，就会便宜一点点。现在是在泰国的珠宝市场哦。哦，大家可以跟我聊天哦。我现在一个人逛也蛮无聊的。我看到什么特别的，我再跟大家讲。
觉得那壁棋是还蛮大的，不过他们三个人聊天聊得很爽，我看我还是不要过去。哦，然后没有要买就不要打扰别人。看看他们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工的感觉，泰国这里的精工，应该是说他们的精工其实跟台湾人是不太一样的个性。你没有发现他们其实还蛮怎么讲呢？有一点花俏哦。他们人看年一样也是看年纪，对，有的有一点花俏，有的是不会太花俏的，也是其实简单款也是。那一般其实只有小金工的店，那他们会搭配着小金工的店，他们会搭配着那个水晶一起卖，哦，因为水晶它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对，如果这样金工设计才可以做一个，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设计，懂吗？就是假设说他今天是要玩这种珠宝设计的，那他今天每一颗都用红蓝宝的话，那这间店很容易被抢劫。太有钱了这样，所以一般珠宝设计很多低单价便宜的东西的，他们大部分是一个用比较便宜的石头去做，什么拉力马还是什么去做的。哦，这间祖母绿有点吸引到我的目光了，它这个坠子的设计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那个人走过来了，哦，他可能是想跟我介绍，也可能是想跟我说不能拍，不过应该是可以拍啦，我长那么帅，他不让我拍我就生气。OK， 哎，好，今天哦看起来可以，看一下这间的设计，我真的觉得还是不错，因为这间它是独立的，一个人有他一个人买下三间呢，还蛮狂的，蛮大间的。人家是说在旁边的玻璃间的一定它成本会比较高，啊，像这种小摊位其实也不便宜啦，因为毕竟在这种精华，这也不算精华地段，不过这算是一个大的一个百货，应该也算是租金也是不便宜的，因为他们也是需要赚钱，他们不喜欢这种中国人、台湾人或是什么拿着直播这样大呼小叫的，对，因为他们知道。比较安静的，哦，皮包里面有钱的人反而比较会买这样。哇 ，GIL 怎么走到哪都是 GIL 啊 ？GIL 写什么 ？Canada Thailand， 它应该是泰国的证书啊，哦。GIL 应该泰国的证书，难怪走到哪都是 GIL。靠腰，真的假的？这里可以刷卡吗？哎，有可能哦，但是我这样放眼看下来，好像没有什么刷卡机器。哇，哦，单面祖母绿。那这个各位，这个是现在涨很贵的东西啊，蛋面祖母绿，以前有的时候很便宜，现在有点贵，可是它有点，我有点傻眼，是它用黄光去照祖母绿，为什么要用黄光去照祖母绿？哎，大扣哎，大扣老板，你怎么会用黄光照祖母绿？现在用白光照啊，黄光照起来好像黄掉的内裤之类的。哦，是哦 ，GIL 在二楼。哇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不知道。哇，海洋之星哎，爱心的单全石基本上算是蛮少见的。爱心的单全石，有时候我一年也卖不到几个。爱心的单全石，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收藏的一种切割。爱心的单全石是一个值得收藏的切割。因为那个颜色再搭配上爱心的那个，哎，翡翠也有，翡翠应该在这里就算便宜了。哦，大家如果想要逛，有来过的，然后想要看哪里，我都可以带大家去哈。因为基本上，我等一下。因为我也没打算要买什么东西，就是来逛逛而已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去吃饭，就要结束直播。哇，干，坚定石也太多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个颜色是还不错，不过它这种混合型的，哇，像这个就里面就很多钴尖晶，像这个就很多 fancy 的粉红色的尖晶，对，哦，缅甸的，那这肯定是不便宜的，肯定是不便宜的。
对，那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要买的话，就不要问价钱。那、啊、如果你们观众真的想买，也是可以问。哇靠腰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有一点点像是绝地，但是它其实不到，因为太黑了。那下面这个它不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那个正规的切割的，它是裸石切割的。那等于是说裸石切割的东西，裸石切割的东西你是就是裸石嘛，就是尚未切割的，你很有可能你买了以后，就算你是切磨师好了，哦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切出一颗干净的来，哦，因为其实切宝石跟切台湾蓝宝是一样的，就是它是一个赌石的概念了。那就是说，你现在看到一个，原矿哦，原矿。它你切下去以后，你不知道里面它的杂质的分布，或者是它凹洞的分布，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之前我朋友买一个这么大颗的一个红宝吧，红宝原矿啊，最后磨出来以后就是赔钱，很不理想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一般台湾上面的卖家，大陆的我知道很多人在磨，台湾部分现在。会在那边什么磨要买原矿来磨的卖家几乎是没有，哇！像现在这个帅哥有没有？我很少看到有帅哥在固定的，很少看到有帅哥，一般都是中东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，哇！这帅哥雇这祖母绿还蛮厉害的，有人要那个帅哥的 line 吗？认识帅哥，你就说不定可以跟他要两个祖母绿这样。好热。有时候来这边，他这个商城其实是一个，你看有没有吃的？哦，他等于是说他旁边有吃的，那一楼有卖衣服，那就变成说。旁边有吃的，然后一楼有卖衣服，就变成说，它算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商城，我觉得算蛮聪明的，因为不是人人都想看珠宝啊，对啊，如果说你真的都是珠宝的东西，看了也会腻，所以说它旁边是有一些吃饭的东西这样。那假如是中国人的话，就听得懂中文，像刚刚有一个女生就在看我嘛，对吧？我就听得懂中文这样，啊，不然一般人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我要骂脏话都可以。其实还蛮爽的，你出来国外，就是你讲台语啊，讲中文，很多人都听不懂。哦，然后之后像我朋友现在是他们，我朋友他们好像现在在外面吃饭吧，哦，就是出来旅游，哦，出来旅游啊，干这一层楼我逛太久了，我等下要像现在差不多要上去了，不然。有时候你逛两轮以后，他们发现你不买，他们就觉得你很鸡掰这样。所以我一层楼基本上是逛一次这样。然后他二楼，现在是哪里？现在是 G。哦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在国外如果是。有写一个 G 的话，哦 ，G 是什么？哦 ，G 就是一楼的意思。哦，这是我们台湾一楼的意思，也就是拉比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他们一楼不是写一，他们是写 G 这样。然后我是听我朋友说四楼也蛮多逛的这样。我们在四楼走一走，我就要离开了哈。然后。你看它一楼的部分几乎都是在卖衣服，好，一楼的部分几乎是在卖衣服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泰国这里最大，好，最大的珠宝商场哦。我是第一次来，二楼还卖内衣，有人要买内衣吗？看这电梯的设计还蛮快的。
其实看到很多也是我们东方人的脸孔，但是他讲的不是中文，因为这里其实还蛮多一些什么新加坡啦，或者是反正就是不会讲中文的，不会讲中文的东方脸孔在这里。然后我刚刚跟一个人也是要问他宝石，然后他讲英文，听不懂中文，可能明明看起来就是大陆人。然后我刚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应该没有视讯没有断掉啊，没有断哦。OK， 现在不要打电话给我，不然我视讯可能会断掉。哦，有一个人打点点点是谁？台北周先生。那今天我员工不是没上班吗？奇怪，还给我打点点点。哦，今天还是我员工，今天有上班。是轩吗？轩轩 ，Hello。轩轩，你要买什么？可以帮你买东西。看我朋友跟我说，这栋大楼四楼有很多，我怎么现在要上来了，感觉不到上面有很多东西的感觉？咖啡，大家知道少睡觉的人要少喝咖啡吗？就是假如你今天。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啊什么都要，然后啊你快点先把我的那个把我的机器用好，把我的娃娃机用好。你要什么？我有买很多东西啊，我回去再给你们看。我买那个曼谷包，我买曼谷包回去给送大家，然后我还要买什么？哦，回去送大家直播会送大家，我还要买香蕉，哎，不是那个什么泰式奶茶，对，蛋白石专柜有啊，刚看到很多啊，可是你要蛋白石要买特别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蛋白石要买特别的。我看这里好多黑人哦，好像来到非洲，靠腰。我看你这原矿很多的。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知道吗？不然等一下说不定会被打，被打到吐血。我先闪远一点，我看一下蛋白石专柜，惠利珠宝。你看现在又中文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因为现在就是中国人太有钱，所以其实很多中国人就来搞合伙，然后把这里的店吃下来，因为这些有的外国人，他们其实是用借来借去，没有钱。干那中国人，妈的，那现金带进来以后，哦，那你们要怎么采购多少东西都没问题啊，但问题是要合伙让他抽这样。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店，哦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JTC 哦，这里就很多店他已经怎么讲嘞，他已经。就是变成中国人合资了啦，中国人合资，台湾人合资也有。我有听到台湾有几间珠宝店，他们都喜欢跟外国人搞在一起，但是比较少了，大部分还是中国广州那边来的。哎呀，先呛我边缘，没有啊，我朋友他们又不喜欢看珠宝的东西，就他们要逛他们的，他们去逛他们的。我有个朋友是在卖那个。单速车的，他今天就去看他的单速车，就是他说泰国的脚踏车其实也卖很贵哦，一台也10万20万也在卖哦，哦，所以有不同国家不同的那个啦，像台湾现在到处都是娃娃机嘛，你在泰国一台都没有，在泰国一个商场可能就两三台而已。那我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尖晶石啊，尖晶石，莫古。那其实你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哦，你们会发现说，这种尖晶石的部分哦，尖晶石的部分哦，很多都被大陆人垄断了哦，因为大陆人尖晶石需求太强，强到一个爆炸哦，所以说，哎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要吃海南鸡饭？哦，所以说，尖晶石的部分的确是很多。内地的朋友他们在玩，在收藏，在操作，北京那里也是，哦，北京那里也是。
那像台湾人的话，收监听时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哦，这一两年才开始，所以说监听时这一两年，它的确是一个涨价的空间是蛮大的哦，涨价空间是蛮大。那币息反而这一两年哦，两年这离一两年前是有稍微跌一点点哦，不过这种大颗的，基本上我是觉得，你看在那边旋转的有没有？基本上我是觉得它是不太会有一个，不太会有一个，跌太大的一个空间，因为大颗的红币息真的很少。我朋友跟我说，四楼这里 JTC 这里有很多逛的店的，可是我这样看下来，后面好像很多都收摊了，还是怎样？因为现在生意很差吧，现在应该是生意很差。奇隆站的很好吃，好啊，我等一下，我朋友现在应该就是正在吃海南鸡饭。大陆人为什么喜欢尖晶石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他们总是要找一个东西来投资嘛，对啊。那台湾这部分就是也是有人在收，但真的比较少，跟大陆比起来。对，那当然你就说，像台湾人反而可能沙佛来是比较喜欢一点点这样。哦，怎么走来走去都是水晶类，水晶类的，水晶类其实怎么那么多人在买？我跟你们教你们怎么看哦。像这个红宝石有没有？你看到一个50元硬币大的，然后又那么多颗，这个就是玻璃的。哦，然后看到一些有棉絮在里面这样。哦，如果它不是玻璃做的话，那间店老板就是侯亚郎，侯亚郎。这是祖母绿的原矿吧？我没看错的话，哦，这应该是祖母绿的原矿。啊，不是碧玺啦，拍谁拍的？碧玺的原矿，祖母绿的原矿吓死人。祖母绿原矿也太多了，仔细一看上面粘的碧玺，太好笑了。哇，萱萱还会帮我打字，不错不错，加分了。哇，也太大了吧，这是什么黄水晶耶？我的妈呀，黄水晶耶，超大的，到底在大什么？哎，这个黄水晶拿起来。可以打架，打人的头就晕了，超扯。那水晶一个比一个还大，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台湾金瓜石九份有没有？九份金瓜石。如果他会讲中文的话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小姐，你那是不是九份挖来的？我们可以拿我们台湾的东西在这里。”后面看起来好像很无聊，已经一片暗暗的，那我就不去后面了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要结束今天的行程。哦，这才是祖母绿原矿。哦，祖母绿原矿基本上上面不会结的像碧玺的那种结晶，有的话就是整个都有，就整个都是绿色的。哦，碧玺的原矿其实还蛮丑的，都是要经过抛光以后才会漂亮这样。海水蓝宝，哎，答对了，阿 Q 们，哦，这海水蓝宝原矿，哎，有时候看久了，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，这就是红宝的原矿，哦，啊，这种买的真的很赌哦，就这种红宝的原矿，之前我朋友就是买这一种，啊，磨出来靠腰，啊，磨出来破一个洞啦，啊，然后会黑点在里面啦，啊，其实你外面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其实你失败的几率是很大，就变成说你失败的几率很大，啊。你要买什么？买祖母绿原矿哦，那么丑，你是嘞？刚刚祖母绿原矿那么丑，要买漂亮的。像我们公司前面有一个漂亮的嘛，不然那个轩，你跟我那个视讯，我们视讯，然后你把那个公司那个祖母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邀请你哦，哎，你没有在我邀请名单里面。现在有 Joseph 大哥、翁大哥，还有谁？我看一下，十几个观众看不到。哦，你要买黄水晶回来哦。黄水晶买回来干嘛？买回来跟人打架。用黄水晶，台湾有客人要那么大的吗？看，买这种小的就好了。大的要吗？那种小的就好了。哎，欸，这个蓝色 OPPO 哎，这个 OPPO 哦，这个一看就知道蓝色的，知道吗？哦，黑色的 OPPO 一看就知道有蓝色。但问题是说它的价格也不是你们想象的说，说哇要蓝色一两百哦。那种黑色的 OPPO 它有蓝色，差不多是
差不多是也是要1000多块要，也是要1000多块要。哦，不过我没有买，所以我们就不要问别人，然后不要打扰别人聊天哦。嗯，我发现我有的店，我的东西又比他们多好几倍啊。我们公司东西真的还蛮多的，帮我招财，假的。那我要去问价钱了，看看他黄水晶多少。哎，他柜台没人的样子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柜台没人。这个，柜台在忙。柜台在忙，说实在的，我不是很有兴趣啊，所以先算了。他毕竟别人有客人，他先接了。哦，我就是奥客，所以我问的价钱我不一定会买，所以我还是不要问好了。翡翠。直接带走是怎样？直接把他玻璃敲破，全部带走。我先被抓去，我先被带去关吧。靠腰。但现在真的很荒凉了。我刚有先跟我一个朋友视讯，就是说他是偶尔会来这里带货。然后那个我朋友就说，哇，今天怎么那么冷清这样？那今天是礼拜一，那现在时间是5点，那他们基本上他们是6点关啦，他们已经有的店要慢慢开始收这样。那礼拜一的话，应该不是说礼拜一的问题，应该是说现在他这边他的人潮就是一个怎么讲呢？人潮就是一个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的炒作吧。我是觉得像假如说在2-3年前那时候生意是还不错，就是全世界的风气有比较好。对，那现在可能买珠宝的风气没有那么强。对，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还 OK 啦，因为他毕竟他的摊位还是有80%以上都是有在经营的，这样80%以上。对啊，我们的店搬过来应该可以开那种玻璃橱窗的，就不用在路边。我们东西比他们多很多。那现在3楼又是回到了一些卖衣服的啊，艾迪达什么那种 Reebok 卖衣服的。他们的衣服其实跟台湾价钱差不多哦。昨天看 H&M 什么的，可能要便宜一点点，便宜一点点，不会便宜太多。他们这里的平均薪水差不多是2万到3万，那其实跟台湾也是差不多了，因为他们消费其实已经渐渐追上台湾了，所以台湾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。然后我昨天有问他们专柜的一些小姐啊或先生的薪水有3万呢，哦，如果你是那卖 LV Gucci 的有4-5万呢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他们别人国家都在进步当中啊，进步当中。没有，曼谷没有水玩。玩水应该是要去那个吧，去其实台湾玩水就很棒。台像刚刚不是有一个观众说他我们的客人不是说什么去小琉球，但是小琉球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台湾，就是玩那个都来小琉球玩。对啊，是可能是前20大的景点，但有时候台湾人自己没有在自己的国家玩，然后跑去国外的国家玩，我就觉得蛮可惜的这样，对吧？我上次去小琉球，我就看到了差不多20几只海龟，这18K 金的可以看一下。
哦，这个就是 18K 金台。为什么我那么笃定呢？因为它本身它的台子做的比较薄一点点的啊、哦，薄一点点的，哦，所以说基本上这种他们的台，我可以保证来自于广州这部。哎靠，真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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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人是老板的。你看，对这个这种东西是还不错，他们亮度也不错。对，那这种单全石的套链基本上，我看这个就简单款，但是蛮漂亮的。这种不会贵啊，这种店看起来就知道是不会贵。他写英文啊，现在中国人比较多啊，他其实写中文就好了，没有必要写英文，我也看不懂哦。Mada 就是马达 ，NADA， Mada 马达加斯加。哦，写了英文我也看不懂。好啦，那今天基本上是差不多了，因为时间也晚，天也黑了，所以我要结束直播了，我要去找计程车搭。好、哦，啊，一样，大家在国外哈、哦，大家在国外一样，我们坐计程车，哦，你们一上车讲两个字，哦，讲两个字就是，by meters 哦，那就意思就是说。我要跳表这样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如果你们是四五个人出来玩的话，哦，基本上司机是不会鸟你的。好啊，观光客哦，直接开个300块、200块哦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出来玩的，像我刚一个人出来，那他基本上司机就一个人都是老江湖来着哦，因为很多商人或是有钱人，其实他们是都是一个人出来的哦。一个人出来的话，哦，你就脸用抽一点哦，一上车哦 ，meter。哦，问号这样，疑问句，哦，那司机就啊，这老江湖住这里的大陆人之类的，那就是，再看一下，哦，那就是他们就帮你做跳表，哦，跳表便宜到一个靠腰，哦，超便宜的，什么高速公路走一走，怎么走一走，走了半小时才100块台币而已，哦，那，但是如果你是直接喊价的，那通常都是会比较贵，因为他们计程车跳表不像台湾跳的那么狂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跳表起跳40块，台湾起跳70块，哦，那跳表跳下去，他们也跳得慢吞吞的。啊，你台湾的车子没在动，也在那边跳，不知道在跳什么。呀，靠呀！我发现我有点难走出去，有点难走出去，我有点又回到刚刚那里，有点迷路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了哦。不行啊，有时候下雨啦，或者是你们肚子很饿啊，就是说你们人有人出来旅游嘛，对啊，总不可能杀价啊，他们有的又很硬，那你要杀他又不让你杀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出来旅游也没有办法一直这样等下去啊，一直等下去，然后他就仗着说你们哦，你们四个人一台车。好，那假如说你们没吃饭，里面可能有人会饿啦，有人会干嘛，他知道你们不太会杀价的，对啊。但如果你一个人就不一样啦，哦，一个人我就可以很嚣张的说，哦，你不让我杀价，哦，那我要走了，对啊。我刚看来看去最漂亮，今天这里摊位最漂亮帕拉18就这一个。哦，这个真的很漂亮啊。但是我现在口袋里没钱啊，所以我就不问他价钱，我也没有买。不然我要买，应该会买这个小的。小的坐起来很漂亮啊。而且那个他们那个老板看起来就是一脸很难杀的，有点那种机车脸。哦，那个老板能不能杀价，他机不机车？哦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哦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哦，我们是老江湖。有的人脸就是长得一脸就是很好杀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女的看起来就很好杀价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出来哈，要会看，不是会看宝石，你要会看人也很重要。哎，我的手机电剩下10%了，我想要那个，我要先关了，不然等一下我连叫车或是联络朋友都有困难。OK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哈，谢谢，来各位观众，拜拜，拜拜。